飘游在天空，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，形容心微微失重，兴奋又惶恐，或许你懂。沉睡冰川逐渐消融，光轻拂裂缝，想抓住这份激动，把你捧在手中，对你情有独钟，希望你懂。陪着你置身大雨中，一起等彩虹，陪着你仰望那星空，做我们的梦，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，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。甜蜜的你，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各位朋友，哈哈哈哈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哈哈哈哈。今天说说，人年纪大了，就得多吃点粗粮，哈哈。大家看看啊，看看这玉米和红薯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有机食品，特别健康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建议老年朋友们多吃粗粮。爷爷，您还不直播呢？真潮啊！有吗？爷爷，要怎样才能吃到您亲手种的瓜果呀？想吃爷爷亲手种的果子，那得是他孙媳妇才成。孙子呢？他有俩，缺个孙媳妇儿。我一会儿啊，就把这个联系方式贴到下面。一会儿呢，想当孙媳妇儿呢，你们就直接来报名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说你我播的好好的，你添什么乱呢？没添乱，还要媳妇儿？瞧你那点出息！刚才看我直播的粉丝有10000多，你这一乱说话，剩了7000了。你就是个坑爷的孙子。没事儿，爷爷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就买点僵尸粉给你。我才不要僵尸粉呢。我沈荣先一辈子以诚信为本，你小子，你小小年纪就弄虚作假，哎，打不着。爷爷，打不着。爷爷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这小子气死我了。打他。哟，大孙子回来了。神秘回来了。爷爷。卡洛。今天是不是美容去了？怎么这么漂亮啊你？下一把，走呗。我们去了，爷爷。哎，海洛，海洛，回来，回来，要去下棋啦。做饭去喽。嘿嘿，将军。哎嘿，嘿嘿。哎呦，芝士。死棋了。将往这边走，被车迟。研究啥？你研究？玩了。哎，干嘛？你这么大岁数，你玩赖啊你？行吧，我去跟你坦白吧。虽然说啊，论公司管理你确实很厉害，但是玩棋呢，你就不如我了。我打小就跟爷爷玩象棋，那个时候呢，你还很年轻啊。就喜欢静静的听你吹牛。喂。我知道了，男女的，再来一句。哎哎，来行啊，不能白玩，得有点赌注。你说，我想换个新的摩托车。我给你换个摩托车，以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管你了，行不行？行，行，行吗？说话算数。行，我输了以后都听你的。是你说的，来来来，行，来来。
爸，托人给您带的老鼠场，您尝尝。啊，你今天过来是想跟我聊聊关于沈秘出任集团总裁的事儿吧？我虽然不在一线了，但集团大大小小的事儿也瞒不过我。你以为？ 昨天活动上的那场闹剧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还有今天的会上，你让姓赵那小子像个跳梁小丑似的大闹一通，幼不幼稚？爸。 我是用了一些方法考验了一下神秘，但是这也不全是我个人的意思。哦，你说，我听听。您看，您当年干动物医院，那是从一线一点点干起来的。我和我哥呢，也是跟着您把公司从无到有弄起来的。现在公司这么大盘子，这么多股东真金白银的投进来。 那是对咱们的信任。我看没几个股东能相信一个毛头小子能把集团带好吧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拐将，你拐哪儿都没用，你无路可走了，认输吧。我还没输呢，我已经出来了。拉一下车你就输了呀？ 你以为我输了吗？那不然呢？不可能，还有最后一步。哪一步？不玩了。玩赖啊！哎，就赖。反正呢，这局棋我告诉你。怎么样，你们两个战果如何？我赢了。你输了？不可能，我没输。还耍赖，差不多了，饭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行，我们聊完就下去。好，别让爷爷等。你先去吧。嗯。 这盘棋呢，你认不认也得认。所以呢，从明天开始，你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，工资加五险一金。然后呢，从你入职那天开始计算，你就不能再用一分支付宝跟微信里面的钱、你银行卡也不能动，你也不能向家里借一分钱，尤其是你的那些狐朋狗友。当然了，你条件好、眼光高，很多公司入不了你的眼，没关系。咱们集团里的待遇跟福利都可以。 集团啊，我肯定是不会去的。我去绿川干嘛？夹在你和我爸中间，受夹板气，我才不去呢。记住了，一个月。老弟，第一局让你的，你下棋还是太难了，好好学学。行啊，你算计我。哎，幼稚。你等会儿，你算计我，说明你根本下不过我。 今晚桌上的菜呢，都是我亲自摘、亲自采的，都要尝到了啊！来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沈秘，头还疼不疼啊？有没有做 CT？ 好好查查呀。我没事，爷爷，别担心。没事就好，你的身体。 是爷爷最担心的，爸，周大夫跟我说，沈秘这个心脏需要24小时贴身的一个看护，我明天给他找一个吧。这个建议不错，确实早该这样了。明天去办。爷爷，这个事情交给我吧，我认识一位心内科专家，特别有名，回头带给沈秘看看。可以。孟楠做事向来稳妥。 哎，爸，嗯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宣布吗？你那么急，要不你来宣布吧。我着急什么？好，我听您说。什么呀？明天你这个副总裁。
就停了。你爷定的。沈明，我打算让你下去一线历练历练，找一家经营状况不佳的宠物医院，为期一年，把他的口碑业绩做上去，办得到吗？办得到。你要是做得好呢，集团总裁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如果失败了，你就要和你叔叔竞争上岗。至于你空缺的位置，由你叔叔兼职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。宠物医院我知道很多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这个就不劳叔叔您费心了，我正好知道有一家医院正处在垂死挣扎的状态，我觉得这家医院特别特别合适，这个考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哎，尝尝我种的蔬菜呀，来，多吃菜，多吃菜，多吃点。说，行，我刚刚被你们忽悠充了值，现在你们就要关门了，这不明摆骗钱吗？是不是呀？对，你们可别想卷钱跑路。就是跑路。大家误会了，你们是从哪儿听说的？我们不会关门，更不会跑路啊！别废话，我现在就要接我们的菲儿走，不在你们这治了，把钱退我。不是不是，女士，退钱可以，但是菲儿刚做完手术，现在带她回去很危险的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想关着我们的狗不给是吧？让开！不是你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苏强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们家大宝豆腐花。谢谢，不好意思啊。等菲儿手术完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接她走。好，谢谢，费心了。今天太谢谢你了，我核算一下一共多少，都退给你。钱你就不用还了，你救了卡洛，咱们俩算扯平了。嗯。这是两码事儿，我又不是为钱救的卡洛，今天这些钱太多了，我也受不起。这是，你不是要还钱吗？你还钱没手机怎么还？拿着。这医院现在自身都难保，自己看看。我正好有一个计划，可以帮你们医院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打给我。这纹路，这质感，这奢华的白色，这有钱人的东西果然就是不太一样啊！这人真是一个破纸片儿，也至于吗？这是怎么就是一张纸片啊？这是我们披荆斩棘的利剑，是我们打开财富大门的密码钥匙。甜甜同志，钥匙什么钥匙啊？甜甜的。别看了你，你赶紧打电话，你等什么呢？有些事儿我还没捋明白呢。绿川这么大的一个集团，为什么要投资我们这么一家小小的宠物医院呀？
这里头有诈，就他这投资方案肯定不简单。那万一依人家那神秘那是看上你了呢？我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，可不想被这种唯利是图的奸商给看上。哎呀，你看看你怎么张嘴闭嘴就是奸商呢。甜甜同志，你要先端正自己的态度，经营企业追求利润，他有错吗？他没有错呀。这么心地善良又为人大气的老板，你怎么就看出他是个奸商了？你是左眼还是右眼看他是个奸商了？两只眼。不是你这个人，你是不是收了他什么好处了？怎么一直给他说好话呀？天天，咱们现在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现在的田玲呢，他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他扑通一下就掉进了水里。这水啊，这漫着漫着就快漫过鼻尖了。突然有一双手伸出来救你，你就赶紧抓住啊！你管他是好人手还是坏人手呢？你是不是保命要紧？再说了，人家要是个坏人，他凭什么救你啊？图你啥呢？图你心地善良，脑子少。说谁呢？不是，好好想想吧你。你操碎了心，我这脑仁疼。你快走走走走走。法务部刚过审的合同，签个字就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马上中午了，一起吃个饭啊。我这儿还有太多合同要签，要不你先去。对了，关于你的贴身私人医生，我有了几个合适的人选，回头安排你见见。其实这件事情不用特别着急，你可以慢慢选的啊。咪咪，要有人。你啊，你怎么天天在这儿？我上班啊。上班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呀？你别乱说话，闹什么呢？你是来公司上班的吧？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上班不可能。咱俩还有约在身呢，你可别忘了，到时候你时间不多了。哥，我很年轻，时间还有很多。吃个糖。你搁这儿半年了。嗯。你那宠物医院弄怎么样了？现在。喂。我是甜甜，早晨你不是说帮我解决田林经营的问题吗？还有效吗？今天晚上8点我们见一面，我发你定位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谁呀？一个同事，对面公司的。哦，8点，聊合同。合同？女的吧？走吧，同事，晚上8点。哎，弟，你看那个孟楠还没吃饭，要不？哎呦，我腰都疼。哎呦。刚才电话里边那女孩跟我哥关系肯定不一般，你看她那表情。嘿嘿，行了，逗你玩呢。我哥什么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异性绝缘体。
抬高一点啊、哦。别撅我咋画呀？啊，正常就行好吗，姐？嗯，还有多久啊？脖子都酸了。嗯，你绿川这个体量，我可不得给你好好捯饬捯饬嘛，对不对？回头你这个小虾米啊，就被人家啪一口给吃掉了。这么吓人啊！你这样说完我都不敢去了。你这气势呢？怂啥呀？怂你收回去，抬头。你知道谈判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哎，别动。是气势啊！咱呢，输人不输阵，是气势上就要压倒他们。就是好久不画，手有点湿，来看看。啊，怎么那么艳啊？干嘛我画成这样，成一落叶了？哎呀，你相信你姑，我叱咤情场多年，我没什么不知道的。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，战衣，还有战靴，我的尚方宝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今天就看你一举把沈秘拿下。哎，姑姑姑姑，你的思想能不能单纯一点、嗯、你看看你的用词，还把他拿下，我就是跟他去谈合作的，你想什么呢？嗯，晚上八点让你去他那儿，那不就吃晚饭的吗？你看回头小蜡烛一点，小音乐一放，小情调一起，你超短裙一穿，大长腿一露，多好看呀，多好看、啊、你看看多好看，这小腰，这小腿一露，我自己都没舍得穿，是新的，我给你穿。天哪，姑姑真的，你年轻时候穿这么艳，我现在不是也年轻吗？怪不得你一直没嫁出去。我错了，姑。送红酒啊，既不会太隆重，又显得你有品味。一旦谈判成功，那用咱们送的酒庆祝，那感觉，那气氛，那面子不就一下全找回来了吗？行吧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私下呢就这么穿。下来吧。田佩兰，哇、哦，你们家还挺好看啊。第一次来也不能空着手，这个呢就当是见面礼。这酒很好喝的。我不喝酒。随便坐吧。啊，我给忘了，他有心脏病啊。哎，让田佩兰说中了，真是来请我吃饭的。你不用麻烦了，我不太饿。这是给卡洛的，不是给你的。是吧？这么香啊！卡洛，你继续吃吧，有点志气。真没出息。
吃饭、签约、喝酒、深情相拥，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哎呦，真是！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我就是想说，你们家这个装修布局还真挺简单的。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。啊。哎，卡洛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待着太无聊了？过来陪我啦！你给姐姐带的什么好东西啊？新玩具吗？来，我陪你一起玩。哎，卡住了！你不是想让我陪你玩吗？给我呀！给我呀！你别想多了，他不是想让你陪他玩，他只是想炫耀一下他嘴里的玩具吧。真不愧是你的狗。哎，卡洛，好了，你看一下这个。田林动物医院投资策划书。你为什么想要投资田林啊？其实呢，我可以投资很多的医院，只是恰巧你们的医院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，所以呢，可以帮我省很多的时间。我会收购胡总手里全部的股份，并且购买田冬青手里20%的股权。要这么说，你注资之后，我们占30%，你占70%。而且我要当田林的院长，把握绝对的控制权，还有经营决策权。可是要没有决策权，那以后田林变成什么样，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。理论上是这么回事儿，但是论经营跟决策和管理，你们比我专业吗？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这叫趁火打劫，还想让田林变成你赚钱的工具，没门儿！作为一家企业，本来就是要利益最大化。你开一家宠物医院，难道只是打个幌子做慈善吗？那也比你打着慈善的旗号昧着良心挣黑钱强。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对于你们现在医院的状况，你别无选择。我当然有选择了，我选择不接受。田离是我爸大半辈子的心血，我不可能卖给你。你随便吧，没关系。我不接手的话，田林也会变成别人的。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我一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二不需要你的施舍，我田田绝不会为你这五斗米折腰的。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小胡，就是这事儿吧，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你们等甜甜回来再说呗。他这一天到晚不露面的，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不是在前面拼死拼活的吗？其实你们这样釜底抽薪也不太好吧？就是，现在最后结果还没有出来呢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？明知这条船要沉，还要在这儿装什么同舟共济、生死相依啊？这也不是什么申请书，我这是告知书。我看一下。哎，陈医生，我那边已经找好下家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祝你们好运。好走不送。
我们也没办法呀，这。走了。哎，田姐，不好意思啊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我把沈秘否了，银行把我否了。我去了这么多家银行，打了一溜电话，没有一个能帮我们解决钱的问题。姑姑，你作为我们医院最热心、最有聪明智慧、最有门路的优秀员工，倒是帮我们想想办法呀。办法要是有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我愿意。重启和沈秘的谈判，答应他所有的要求。不行。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对于你们现在医院的状况，你别无选择。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我一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二不需要你的施舍，我甜甜绝不会为你这五斗米折腰的。就这点不行？喂，王哥，哎，我正打算打电话跟您商量呢。钱的事情我们都在解决了。但是能不能麻烦您再宽限我们几天？我这边人质进来，你可不能得寸进尺啊，丫头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在想办法呢，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行，你先想着，过两天我来店里看看。好好好。天天，不管你是跟自己较劲儿呢，还是跟沈秘较劲儿，现在都不是你可以任性的时候。沈秘他是有点霸道，但是他至少还是给我们留了三成的股份。至少田林这块牌子还在我们手里。要是给那个姓胡的，那你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。该试的办法，我都试过了。我可能救不了田林了。我真的没用。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没用呢？干嘛吧？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吧。让爸试试。你怎么试啊？让我试试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看，爸成功了。甜甜，你还记得你六岁那年，我带你去农场吗？
是说？田大夫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这铁丝暂时卡在喉室位置，但我怕时间一久掉到食道里去。这能不能取出来啊？我试过了，不行。爸爸，要是铁丝掉到了食道里会怎么样啊？会划破食道壁，进入胸腔，形成气胸，会窒息，更有可能划破大血管，那就更危险了。爸爸，我手小，让我试试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爸爸，我想救小马，你就让我试试嘛。行，那你一定要听爸爸的啊。来，慢点啊，慢一点。小马，不要害怕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慢慢的，慢点，慢点，伸进去。小心点，慢点啊！小马，你不要害怕。我好像摸到了。啊，真的，慢慢往外抽。爸爸，我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。哎呀，甜甜真棒！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可以接我的班，而且你的医术一定会超过我。甜甜，保不保得住天灵不重要。人这一辈子路很长，只要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抬着头就可以了。我一定会保住天灵的。爸相信你。爸，不哭了，不哭。这芒果还吃吗？吃。要不咱明天再换点别的。算了，先这样吧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我先出去了。秘书，有一位叫甜甜的女士找您给卡洛做回诊。卡洛，你主人对你真不好，都不知道带你来复诊，想姐姐了吧？卡洛，我看看，我看看牙齿，嗯，都挺好的，就是感觉最近没好好吃饭，瘦了不少。卡洛的胃口一直都很好的，你多虑了吧？我好心提醒你，狗不能吃这些不固定的粮食，最好给它们固定口粮。要不然换来换去的对他不好。我带了你最爱吃的。卡洛，慢点吃。不给你吃了，不给你吃了。改天再来看你。等会儿，把鲜粮的配方卖给我，我可以重新考虑收购田林的方案。
配方送你，经营权归我。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当院长。配方送你，经营权归我。在无偿转让你5%的股权。你别得寸进尺行不行？卡洛，卡洛，你把袋子放下，这是别人的东西，我们不能吃，知道吗？咱们作为一只狗要有骨气，你怎么能吃别人给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你赶紧放下。本来就是给他的，你抢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没有谈成之前，他就不能吃这个粮食，知道吗？来来来，拿过来，卡洛。大人的过错，小孩是无辜的，你给他，给我，给我。你抢什么？这是我，这是给他的。将我一人装下，我千百次被你融化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我只能抱紧你啊，如今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同穿梭时间熙攘，有一天，我要被整个世界征服。